这个我们的、小品，小品是读双语学校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将来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计划吗？嗯，爸爸想要送我去美国。哦，对，所以可能就是说语言上面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爸爸最多送我到美容。美容很棒啊，他就觉得开销太大。你可以到美国。那你平常学校会有英文课跟中文课的比例大概是多少？大部分应该还算是中文课，但是可能会有半天就是在学英文。对，哦，半天耶。 okay, 比例也蛮高的、哦、所以你的这个英文的对话什么平常都有练习就对了。有啊，我派一个英文老师跟你练习一下。哇哇 Beautiful Sunday 的的指导老师是要练习什么、Conversation 吗？对，让他自用英文自我介绍跟你对话。 so, 好吧 Are you going to interview me in English? OK Interview me. What's your name? My name is Steven. Oh, my name is Ian. I don't care. How old are you? About 32 and 33. Oh, 40 something. Okay. Are you married? Yeah. Not yet. Okay. Do you have a girlfriend? 哇，好尖锐的问题哦。你做基本的呢，哈。You know, sometimes girlfriend, sometimes boyfriend. Do you have girlfriend or boyfriend? No. I think you have girlfriend. You are so handsome. No, but you are so handsome. Why haven't you found a girlfriend? 哎、hey. ，谢谢你啊，谢谢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这种你讲诶，就顺诶哦。其实他临危不乱，对我乱讲他都可以。对对对，好，跟雅要唱什么？独两夜轰哪 key？ 好，小品呢？我要带来这首《白灵犀》。白灵犀，好。等一下，他的才艺不止这样。不只会唱北联戏，不只会用英文访问我，他会模仿，他会模仿谁？我会模仿，蜡笔小新，哦，还有小叮当，卡通人物，对的主题曲跟雅文老师，哦，哇，你现在一下要秀三个是不是？你直接模仿雅文老师，他是要用雅文老师哦，好好，那你先雅文老师吗？嗯，好。梦落的土卡，下过一个坎坷，一起坚持才会赢。哎呦，这是少女时期的雅文老师，对不对？就是那种，哎呦，做板子的哈。哇，好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但我觉得再看一个反差，怎么样？这么有气质。来换个蜡笔小新，美人姐姐，你好漂亮哦，我能不能要一下你家的电话号码？可以啊，哦，可爱可爱。Thank you.
这个孩子，我不晓得怎么形容你。我上个礼拜才讲，你有一个转音没有转得很漂亮。你今天就展现了最帅的一个转音，让我听到了。哦，对你的思念不禁泪光闪闪的这一句日文，你唱的真的那个细节小细节，整个起鸡皮疙瘩。然后你的台语呢，唱的让我觉得你的抖音自然到非常非常的自然，厉害的主人家就好听，太帅了，毫无瑕疵，太棒！谢谢老师。然后谢谢你，因为你每次都很疼我，然后在外场表演或者是有比赛时，你都会陪着我，然后帮我加油，有时候也会去庙里帮我拿我的衣服去遮盖，然后帮我求签跟拜拜。我要在这边跟阿嬷说，阿嬷我爱你，我以后会好好的回馈你。 There is just one thing I need, I don't care about the presents underneath the Christmas tree, I just want you for my own, more than you could ever knowMake my wish come true.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. 哇，超赞的嘞！欢迎收看《恩雅超级好人榜》，爱你哦！我是虞美人，我是蔡尚介，我是许志豪。哦。最近的战局啊，真的是大兵败了哟，高潮迭起，对，卫冕者都换人，是啊，厉害。我们今天给各位选手的考题就是告白歌曲挑战赛啦，因为咱总是避暑嘛，对不对？避暑，暗送在心内，像我来吧，暗送在心内，不拍摄讲的，我去看看，比如说，心内的事无人通知影，对阮求爱当是两个兄哦，哇，这个心情不错，几个人送，这是暗送，暗送这暗送过送过给听，对不对？好，来两个。哎，阿哥一款一直藏在心里的啊，有一种，有一种是放袂清气的种。放袂，你是要甲放袂起哩？阿哥放袂落的啦，放袂落。对，这首啊，你应该拢听过。啊，可惜也是你。哦。啊，袂当放袂起。忘不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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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不能讲，没在讲。啊，可能这么讲的告白，就是讲不一定是爱情的告白，你有可能是亲情的告白，好，友情，好，友情的告白都可以。所以今天给所有的选手的考题就是告白歌曲挑战赛，大家加油。为什么会设计主题呢？就是我们希望帮助选手呢，用一些情感呢进入他的歌曲呢来做一个表现，是好。好，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评审团。头一位是吴浩哲老师、许常德老师、詹雅文老师、陈国华老师。哎呦，偶像组的考验赛，有请我们的卫冕者邓平燕，宝座候选人吴根尧。欢迎两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屏东恒春的吴根尧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北，今年11岁的邓平燕。嗨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的平燕啊，今天要告白的对象是？今天要跟阿嬷告白。哦，好。
阿嬷，我爱你，然后谢谢你，因为你每次都很疼我，然后在外场表演或者是比赛有比赛时，你都会陪着我，然后帮我加油，有时候也会去庙里帮我拿我的衣服去遮盖，然后帮我求签跟拜拜。我要在这边跟阿嬷说，阿嬷我爱你，我以后会好好的回馈你。这个台湾的小孩哈，我看你可能冇这个经验嘛。咱台湾的囡仔，足侪人困的时阵，伊领衫后边那种灯音啊，你知道嗎？有，我们有。一定是灯啊，灯啊，有。哎，灯啊，灯啊，我有。有，我有。那我老师都有。安尼好，对啊，这是我们的共同的一种文化，就是。仿佛这个我们的长辈就不知道如何可以帮助我们，也知道很多事情他帮不上忙，可是他就是帮我们祈求这个信仰的一个力量的祝福，这就是一点爱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，阿嬷都会趁空档的时候，有没有？阿嬷可能塞一个饭给他吃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然后有时候就是要回家的时候，我要跟阿嬷抱抱，然后我就会跟阿嬷说，阿嬷你过来跟我抱抱就好，手上不要拿任何东西。哦，否则他又要喂食了，是不是？對對對，先吃再说。我来，因为平宴三散啊，阿嬷都干嘛？囡仔那三散都干嘛？功劳不大呢。有啦有。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呢？我今天要唱翁立友老师的《一路行来》。平燕真棒，哇！你的整体让我真的是感受到初生之犊不怕虎。你的整个台风，你的音色很美，然后这首歌层次处理得很好，尤其你的整个在唱副歌高音的地方，好像那个高音出来就杀掉所有人了。评审请下分数，小品加油，小品，小品，小品。来哦，看一个冲一个哦，分数来到24.1分的高分，恭喜！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北，今年11岁的邓品燕。他们的越级打怪啊！在上面呢写着很棒很稳，第一届的舞台你当下稳真的不得了。哇哇哇！许梅哥越级打怪，一路打到上顶冠呢。他很年轻的啊，今天的这位才11岁，要来挑战。阿姆的越级打怪啊！哦，越级打怪哦。照理说他是小歌王，小小歌王擂台赛，可是因为他可以他。
一致认为他可以越级。对，哦 okay、他就是想来跟这个叔叔交手。掌声的欢迎小品邓品燕。这个是悲观的造型吗？超太帅太帅！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北，今年11岁的邓品燕。那你从几岁就开始爱唱歌？从3岁。从3岁。他也已经出道了快要8年了，真的耶，11岁了。穿这样子要唱什么歌啊？我要唱黄以玲老师的《踮在你身边》。踮在你身边哈，哎，你今天是乐级哦。对啊，要好好表现哦。好，好不好？歌曲哈，你是鲁瓜，就非常非常让人惊艳，真的很棒。我只在上面呢写着很棒，很稳。第一届舞台你当下稳，真的不得了。然后你的情绪很到位，你的层次很优美。你才十一岁呢，你就能够诠释这样的歌曲，所以你是足厉害的，真的今天展现很好。像品燕啊，你这首歌有两个关键的地方很吸引我注意。就是你一进歌的时候就觉得哇，一进歌情绪就这么稳，那么清楚告诉我你要用什么样一个态度来唱这首歌了啊。然后最后一句无话来看，我觉得这歌哦，如果没有练到一个程度哦，没有对音乐哦就是很有感，很多练习的时候没有办法把无话来看这个4个字唱得这么不一样啊。哇，23:08，来来来，换位置，王薇姐，王薇姐，哇，是每个越级打怪一路打到上顶冠呢，恭喜我们越级打怪的邓品燕小品，起来就给我们坐起我们的超级红人榜的宝座哦，也恭喜跟瑶，才小朋友而已就把哥哥姐姐们给打下来，就是压力会有一点大，对，也很讶异可以上这个宝座，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努力。I just want you for my own, more than you could ever know, make my wish come true.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.很像那个圣诞节，然后会出现的那种天使在唱歌给你听的那个声音。小品，小品，哎，小品，小品，小品，可爱呢。听说你逛街还去跟人家被抓去路边唱歌、哦？对，就是那一天刚好是圣诞节，然后我就去，就是有刚好遇到之前有比赛过一起比赛的哥哥、哦，然后他就叫我去唱一首歌，在街上街头艺人、啊、一起合唱这样哦。对，啊，你就去唱啊、哦。对，然后我就唱了，因为那天是圣诞节，所以我就唱了
Mariah Carey 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， 然后就是得到观众就是很热烈的反应，然后、啊、钞票有雪片般飞来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是零钱也是很不错啊。哦 ，OK， 哦啊，你有把它录起来吗？有po到粉专上面，哦、po 粉专啊，点阅率有22万次，哇，哎、欸，很高哎、欸，所以我们是可以看的吗？我们听 live 的好不好？哦，听 live 哦。你可以吗？可以嗎？我们 live 你还记得歌词吗？还可以，可以。你说歌名叫做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。掌声给他鼓励一下 ，Yeah。I just want you for my own, more than you could ever know. Make my wish come true.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。 哇，超赞的嘞！好品很像那个圣诞节，然后会出现的那种天使在唱歌给你听的那个声音。啊、小品，你会唱啥？曹雅文老师的感谢。唱这条歌有要感谢啥无？我要感谢阮的爸爸妈妈。哦，伊就辛苦的啊，带我比赛、然后这两年来就是他们一直支持着我，所以我想唱这首感谢他们。照顾我，祝你母亲节快乐，爱你哦。歌声唱这首歌绝对是 number one， 因为你的歌声会主人的抖音，你的歌声会美声，你还没变成这种声嗓，唱这首《花香》实在太适合了。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，想快快长大才能。红人榜
我是于美妍，我是蔡昌宪，我是许志豪。啊，母亲节快乐！谢谢啊，这朵送美人姐的，谢谢，还有一朵，那我这一朵送给姚老师，哇，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，姚老师也是我们很多歌手的妈妈，真的真的，哇哇，真的又到了母亲节这个感恩的时刻啦，五月是的，最温暖、最温馨的季节。对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应该要有一些特别的安排，所以今天的特别母亲节特别企划。就是要让我们选手跟妈妈一起共度美好的母亲节。你看现场来到贵为母亲节的邓秋平呢，我下去了。妈妈，欢迎妈妈们！啊，这个是母亲大人特别做，对，特别做。哎呦，底下呢坐观山听伊唱歌，哎呦，这他们面前唱歌应该压力不小。对，那是对歌手的压力不小。对对。然后他们也要很紧张。所以我说今天这个母亲节特别企划，坦白讲哦，这是哦温馨当中带有危机哦，甜蜜当中可能有陷阱哦，也有杀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这个我们常常会有时候感觉来了，情绪到了，你很难 hold 住、特别是妈妈在现场，对，对不对？你可能一时的可能泪流满面啊，溃堤啊，都有可能。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，同时也考验歌手在感情诠释方面的功力。好，在了精彩比赛开始之前，咱先来介绍评审团。头一位是陈子鸿老师、吴浩哲老师、詹雅文老师、陈国华老师，所来是红人榜卫冕者邓品燕、谢彩莹，宝座候选人吴庚瑶、江金龙。来哦，特别计划未来哦，我们有请偶像组卡位赛的两位评手的邓品燕还有吴庚瑶，来欢迎两位。品燕是每天晚上到跟妈妈听故事聊天才能睡觉，对不对？在床边，可能陪我睡觉，或者是在旁边跟我聊聊天，然后让我等我安心入睡之后，他才睡觉。对哦哦 ，OK。那你会跟妈妈吵架吗？有时候会吵架，但是我不喜欢吵架的感觉，所以我就会先主动跟妈妈道歉，然后最后就和好了。对哦，听说他们两个今天都有话对自己的妈妈说。好，来，请说。来，妈妈，谢谢你无微不至的照顾我。祝你母亲节快乐，爱你哦。哦，爱你哦，爱你哦。
渐渐暗，已经遥远。平燕，老师好。你的歌声唱这首歌绝对是 number one， 因为你的歌声会主人的抖音，你的歌声会美声，你还没变成这种声嗓，唱这首《花香》实在太适合了，很美很美，加油！品燕呢？老师好。这个歌真的我没有听过你这个年纪唱的那么好的，已经无懈可击了，因为你现在要这个会历经一个变声期。所以音准不准也很合理，但是你唱歌的情绪跟你这个诠释歌曲的能力太强了，今天给你很高的分数，评审请下分数，加油加油，邓平燕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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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分数来到了24.1分，恭喜妈妈。好，我们先谢谢佩仪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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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恭喜两位。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，恭喜！谢谢老师，恭喜邓平燕顺利闯进了第五关，也恭喜耕瑶持续保有候选人的资格。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妈妈坐在旁边可以听我唱歌，然后就是唱母亲节歌，祝她母亲节快乐。唯一无法度讲出一种心内上深的感觉，但是你唱出来的歌声，既然有法度画出迄个感觉，那是天分。你真正是足有天分的囡仔。所以我现在已经104岁了。哇哦，哇，人瑞耶！听讲身体蛮足健康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100岁的时候还可以骑脚踏车，但后来因为太危险，所以就不让他骑了。哦，家人就禁止他骑。100岁个才骑卡达车呢。哦，厉害哦！阿祖都认得你啦哈。对，但是有时候回去的时候，他就会忘记，就忘记我名字。但如果记起来的话，或想起来的话，他就会牵着我说：“哎。”他就跟隔壁邻居，然后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今天回来啊，你敢有要翕照？”你知道你很穿的哦，你知道你今晚唱红人榜就有名对吧？好，阿祖对吧？好，希望可以给，希望阿祖可以继续听我持续唱歌。好，啊，你今晚唱什么歌？陈建伟老师的《青魂的金瓜》。枝头的雨已凋谢，老老的。
星球天涯过啊过，呼吸不休，感谢青春当下。老师好，这首歌呢，从头到尾啊，我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因为那个画面，那个画面是言语无法度去形容的，咱的话语无法度讲出一种心内上深的感觉。但是你唱出来的歌声，既然有法度画出迄个感觉，那是天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